鞠躬行吗？您站一排，我们向您鞠躬行吗？教练，教练，鞠躬。1000公里的跨省救援，不管是在救援中的重重困难，或是我们的船只在半夜坏在3米水深的地方，我们都没有害怕，我们没有退缩。但是今天早上在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涿州人民拉着我们救援队员的手鞠躬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全部破发，也让我们从心里知道，我们心疼的灾区人民也一样爱着我们救援队的人。我们再也不想参与这样的救援，因为我们期待国泰民安。